西是会变强化，没错啦。所以第一关也是就相对没有什么压力了，这样子。相对，我是说相对。好。都一回合过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等一下会不会？这个两秒转珠有影响吗？我记得两秒转珠好像不影响阿克亚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没有影响。有啦，其实要讲有影响是有的，但是就是转珠减了两秒而已，你也不会发现。欸，好像有机会耶！新珠先把它全场绕过一遍，好，然后再来慢慢转，这样都还来得及啊。25岁以前都还来得及。哦吼 ，OK， 要立 flag 吗？不影响，等等，给我误开记忆手转9。他转珠减，他那一关是什么啊？5回合转珠减两秒，好好好。如果只是这样，那还好。好，这一关就有点相对棘手了。欸，不是啊，他燃烧是扣多少啊？10%哦，我可以被撞10下欸。可是我要那么拼吗？等一下哦。1、2、3、4、5，先指定中间好了。好好好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很恐怖欸。对哦，不会天降的，我还在那边叠珠，叠个屁。好。怎么每一关转起来张力都这么大啊？这游戏是给人压力的吗？而且我应该开龙克了，我觉得龙克带到现在都还没用到欸。九康哦。等一下，这样子。欸，大哥啊，不会天降有差呢，真的呢。这不会天降就没有那个啦。我要这样子，然后弄到有十康为止吗？还是直接开招下去了？好啦，少啰嗦了。好 ，OK。不开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我要在那边等到有九康的反面，我还不气死？喷水喽，阿克亚！哎，我是不是不小心有削到那个被锁住的啊？啊，算了啦。要开吗？好啦，开好啦。新珠这么多，每次都被气死，还缺这一次，有很缺很缺，喷的好像不是水，不然是什么？来。好啦，两张卡，欸，真的可以，阿克亚好神啊！
神奇咯，阿克亚。呵，哎、欸，不开龙克，劈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哦，有紧张，有紧张，哦，吓死我了！好了，还是开一下好了。圣水。79000，还以为要87了啊！射 ，OK。刚第一下应该就要开龙克，还在那边北七，吓死我了。还好有减伤呢，要不然现在就是归西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